就打一天大阿里吧，我操！精灵和雕魂，我们刷一天马怎么样？操！刷到出为止。我觉得 No 应该会喜欢这个题的，是吧？刷一天马呀，刷到出为止吗？刷一天马。奥斯坦曼。刚才 boss 打了三分钟啊 ，boss 还有20%的血，那单子太拉了。还是血蛇没有那个，是血蛇没有爆发。回来就是大爆发，就是撞完就是大爆发。一，交给你了，我就不还城了。哎。呼吸血已经拿到手，中国区域选赛 ，BGIG 老干爹，一个都没有，这怎么呼吸了？他管用还是没有？好，这个不是不是，又可以在最爱的夏天一展拳脚了。展不展拳脚是目前还不清楚。基本上一轮游啊，这比赛被淘汰挺难的。像这种场面很有可能。等我一下吧。啊，先打吧。这个。好，这你妈刷闪现。这个可以往回拉呀，就是一直走直线。这个来回走的话，容易过不去。震慑波。我容易死了。就出了那个木女，出了洞。嗯，他呢？你得先那啥嘛，震慑波，先自己爽，然后再考虑他。慢慢拉皮没事，我也会预判你的行动方案。震慑波，你的设计有点离奇，毛病。我断了。你们都在这边。进两位。那防御能力用，断断绝不行。完了完了，你都断小了可以吗？断小的行吗？这 boss 保餐哎。应该要断小的，你断大的。断大的，他要我下一个。我怎么这么惨啊？想死都要死。你们太阳人刚好。Now claim its power as your own。我觉得选个羽毛吧，羽毛别就是眉目一下吧，眉目吧，快走啊，这个位置他容易看着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好，云云留着暴怒的时候踢。可以踢了，可以。
对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去一个这个，我去个后边的。没人能去这个。猛击，你要跑。哎呀，48秒。哎呀，我这技能规划的好像有点问题。下礼拜这时候就有技能。注意减伤。一打断准备。集合分摊。第一个是那个吧。我觉得你冰箱捏手里，让 Shining 抠的什么东西？减伤。我给刀过来分摊就好了。刚才冰箱给那刀是因为摸了一下，看到没分摊。准备特殊技能。没进来。注意减伤。Break nine minutes。准备，集合分摊。注意减伤。准备特殊技能。操！忙一会儿。别冲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你给我加点好。三打断准备。集合分摊。然后是踩。四打断准备。准备特殊技能。别撞了，别撞了，龙鼻要死，加血，快加，然后我吃。哎，快撞！注意减伤。好，不能再撞了，还没得血，刚才就这波。五打断准备。集合分摊。不用管我。注意减伤。整个战副区，白给，没看着，够的还分一点血。Our target lies deep within the prison. Let's not stand in your way. 绝人吧，要暴怒。你拉哪儿？回来是吧？就是打大哥的，对，打大哥。然后是你们后面跳还是？忘了。不懂就问，那个有什么注意事项？没有，跟着大头跑就行。AOE 的时候进行砸拳。Amar's Dark Magic Coalesce is here. Remove it at the source.就你们，嘿，我俩已经不像我，他没有恢复伤，我有。我没在家，没声音。我还可以。哎，这可以。多，我们这边没事。
就有油还是好的，近战还是应该把这玩意儿激活了。还不一定，就是增加概率嘛，让让让让让。多少打一个？太屌了吧！换一下副目标。我还有那个什么，看到了。哎，好了。不用打那个大怪死。你先过3、2、1走。所以我们先打那个开门之后的那波清场地，像上次Sandy说的。快走啊，快走啊，他看你了。三。我补一下。靠！这地方也太小了吧？啊？先打门里。不是山地说先打那个里面的吗？我感觉音箱有问题，正好来听一遍。不管啥了，赶紧打！我靠！把小怪打了，小怪打，小怪！是有大哥，吉利。去这个，去大怪。大哥死了，死了死了！这地方太小了。嗯，还行，就是对法系布条比较费劲。哎，飞哪不中啊？你走。我有大技能，你可以拉那大哥。错了，不是。哎，你来，你按你节奏来。我操，很危险，我更危险，我不知道中啥了。我操！就灭了，弹个倒。哦，累死了。那他妈怎么想起来让他这两步击了？这三个文明兵卫士啊！可以。那我等你们活，我几个？不是三个兵卫士一起逼我。嗯，还没暴怒的，现在刚暴怒。我去了。本来兵卫士逼人就特别疼。应该是 Otis 的，不是 Mobius。嗯 ，Otis， 刚才没暴露。不能看他这气势，我操！开着，但是开着镜像，就尤其是说那个很小的，开罐子。哦，操！哎，我这开鹦鹉开罐子太傻逼了。哎，转一个，远程转一个。我等尿这个了。拿回来吧。往回滚，往回滚。
没什么跟红叉说什么枪。没看到。没看啊。没看到。我知道，初战者你没想打。第一天就没看，觉得第一天打不到十点，第一天打完就最多都没看。再打一圈，再打一圈。哇！我操！现在，有啊，普通车很简单，明天可以用那个用小号去用普通车。我看了，你也不知道的，就那个，我在说什么事情？叫做牧师，我错了错了。什么牧师？啊，这没小号头像。哥，我打的是 boss 是吗？打号就哥，我不知道，我问一下。还得有一个是死之鬼是吧？哎，石像鬼，石像鬼没了吧？昨天又打的时候。哎，出来出来出来！啊，没哥。都在死。我他妈，我控制不大，山地加入。哎，有个技能。走了走了，啊啊！你要硬扛。现在才需要开始。那个，我去弄这个。哎，其实我不是刚才他的技能暴露了，就是这个。来，试血。哎呀，全技能了。敲一下那个里外啊，我这看不太清。小快快打！我靠，这边一个温血 D 打好高啊！你说话。我比人家大师傅知道吗？哎。温血 D。大。看就看这个意思，就看那罪孽烙印嘛。对，看这个。一分钟 CD 对一个敌人，再加个 debuff， 他的持久性太窄了吧？小怪快打！对，几乎恶魔兵会对付所有敌人施加罪孽烙印。就四分钟一个大爆发。但他是让敌人就是攻速降低，施法降低，我这么厉害吗？老板，快出来！那个，哎，反了。对，就单纯他那个后面那个伤害变成个大爆发了。慢点等吧。小怪快打！还没有 AOE， 四分钟就没有 AOE。好的，要敌人动是很忙的。看我硬扛了，我硬扛了，加我一下。给我让点劲儿。他炸了。疼吗？对，背着怪就完事了。boss 吧，能打吗？行不行？打小怪不行。直接冰箱了。小怪真是没有意义，小怪打算吗？没事没事，能打。找罐子，有罐子没？在老前面。这帮没用，前面就没法过去了。哎哎，又是活的，别过去，又是活的。嗯。也没了。
我他妈站在屁股后面了，怎么？哎呦我的妈！再不了劲，还能活，还有假死。我对7%保住了，现在假死没触发。不是，就给你维持这点血，我觉得也不会。没有，刚才解释上面没用，刚才上面那个球加了个对角线，我觉得说不行。我觉得就是维持在20%血，大家的注意力就会特别集中紧张。我操，这是啥？我没进呢。我有啊。不好问一下我，不要说可以等。快走，快走啊，兄弟！来到这边就刮吧。没有技能打不了多高呀。对呀、啊，就是。30秒一个，那能打多高？你那个技能有什么用呢？有用啊！下周就招了。再见水源，我操！刚才10秒钟，刚10秒钟开那波怪的时候要，应该弄一下。又没了，死了！破甲。变区变区。居然被破甲干死了！猛击！还是有空啊，八百多的伤害，被踩死了这帮人。嗯，我操！他们最后两波都跳吧，没奥曼哥。上火焰，我到这边。他们打完了。阿克西菲亚带着袋子打了，该他们打的好一点。打到吧。哇，这个球他妈的每次要看一下。嗯，你说是爆炸？嗯，这个是7.00奥法两个点，8.00奥法不点的，不点宝珠，我看7.00那个宝珠真猛，经常呀。我来这可是打了一个版本的奥法，没够了吧？75，5.5。怎么个拉法？2-3好像是。哎呀，有点技能吧。我两突然是三秒死，那就要留。我没断子，快打断！我看大饼，快打断！俩又空车，操！快打断！你要来打吗？好呀，打啥子？先前蛋哥，蛋哥，出蛋子去！放死！一拳。注意减伤。他们灭伤。没事，你先吃吧，这个我冰箱。
方面是可以的。哎，我操！这啥？有没有什么？没有战斧。再死，再打，有能死吗？是吧 ？TP 得死。我就刷那视频。注意减伤，注意减伤。零太低了。Such line, eh? 这地方没拉，没法拉拖感觉。Where were we? 主要是，我也不记我，但我也不觉得二六同一装真的很有用。对。决定玩姑姑了，你要放弃萨满了。我在用萨满打 PT， 你怎么都说我要放弃萨满？放弃萨满打 PT， 眼睛瞎了啊！对不起你。哎妈呀！所以刚才真的在打什么呢？然后我近战九轮都没吃啊。掉火。对，我没跟你抢，我也可以不吃。注意减伤。你没冰箱了吧？我有冰箱，吃了。我有冰箱，去吃啊！我有冰箱。他妈爆发了我！哎呦我操，死奴皮这么多！五马分散。我快吃了三个，然后剩下的都被你们抢。慢慢加，慢慢加，打不着起，死不了。注意减伤。哦，下一波我有兵。下一波我他妈不管，我得打一会儿。不对，下一波我是平稳期，我好像太得吃。操！没事，我明天说我打这个能打吗？打野雕魂。我没雕魂。打野的雕魂啊，那我今天打着打着打着，我怎么太想打大米，不想去。注意减伤。我走二级下去。我不吃了。五马分散。注意减伤。我操纵时间，操纵时间三颗，操纵时间三颗，差不多两三颗够。两颗不行，两颗不行，不死。两颗了就，谁也别谦让，全吃了。现在还有一个吃。五马分散。哎。So much left to discover. 哎，这咋没看到 Nova？ 感觉用打野最好给打一打。白吹，我就站着这儿不行吗？这肯定可以。对对对对，那个什么可以看，就是
打死他，不走了。Take the beast's power. You will need it for the dangers ahead. 打药啊！哎，不是，这是四个星人。老吧。不过要提前做定型。动动动有限的。我踩了，我。去一个，哎我去，暴动线。你追吗？等我到，三二一走。群云群云，他们死了，我死了。嗯、他跳我，我应该有。我操！快活快，你隐身过来吧。他这近战是啥？快找掩体。我你投降吗？这 boss。主要是暴击没特别强，没有暴击，没有。没上吗？两口就不要打了。还想过来打？别，你别着急用群英。嗯。操！没开开，被火山击飞了我。他不上你，不上你，不上，不上，不上。这个艾米。快找掩体。我没有第一层红包。我也想训练。实战武装的是。不是，我觉得我现在不装打没问题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迷你，这个怪的。大迷跟武装也差太多了。对，大迷你我觉得。大迷，你想提高大迷，不是练武装的，练上去，肯定在打呀，也正在打大迷。行，先把你的奶的 spike 给删了。我操，你看看这帮人，这奶的，换个想法，就你虽然木桩打不高，但是你奶的稳。我的妈！人眼粉。好，我想问一个问题。你问。下版本能不能玩奶级？哎，可以，没有意思，没有。他说可以，我操，好。嘿嘿。让你奶级。他今天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受了什么打击？别问，别问，问就兵脉断了。去了。你们从来不找我要，我都。
你问 Violet 或者我不需要。Violet 咨询，看他们。咨询。奥法，奥法还在，奥法不在，奥法多合适，那个什么。对，在那个，在那个什么，这个 boss。他在就是那个 boss 跟在跟那个不稳定能量连接的时候，我被点大圈该怎么办？大圈你分在？不，好像我还要待在那个链接。对，那个圈是比那个圈小的，就圈到圈站个边。就三那三个大圈还是要站在那个环里面，不能出去开减伤一直。不能。就是你们其他人缩一个点。注意脚下。我开闪避去。可以。快找掩体。我操！我吓一跳了。注意脚下。他以为有人没了。注意脚下。找掩体。注意脚下。所以这道的冰箱能不能消掉来？哦，有点瓶子也能消啊！我操！注意脚下。哎呀，地天王！哎，真的地天王可怜。那你还没听？你听，斯东姆叨叨的还听得不够多呢。这个能行，这个能行。找掩体。听斯东姆叨逼叨，还不够多。注意脚下。对。完了，你玩过哪？玩过。那你玩过哪？你玩过剑灵？你想看，你能驱散任何东西，你用瓶子都能行。没事，我进钱了。啊。注意脚下，对不对？但格林瓶子能消魔法的，对，好像有，好像不能消魔法吧？我想是矮人，我自己矮人就是啊，就是可以消魔法的话，就像什么东西能驱你就足够了。快找掩体，所以我消过一次干将的那个，注意脚下，发现把自己再不干。我手贱了，怎么这一出？赤红现在是最简单的本了。真的，我们翻了多少次车了？又翻车啊？翻了呀。BOSS 死了呀，你忘了 ？BOSS 死了。哦，对，哦对。BOSS 死了。Tell me what you need。哦，对，我他妈想换一个。不对，这他妈是15的，我是16的。GG。我他妈应该把钥匙。然后我是啥钥匙？这全能精通的武器能不能给我背着打奥法？通灵还是你要用、啊？我要用呀！我把这极速全能换掉一下。奥法不要极速吗？不要啊！不要全能，就全能可以要一点。